由李一桐、胡一天领衔主演的《你的时代，我的时代》已经播出，其中还有杨紫和李现的特别出演。在官方发出的海报中，伍佰将首次报名机器人格斗大赛，经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和不服输的拼劲儿，最后进入到了总决赛。没想到迎来了和暗恋多年的女神爱情的对决，不甘落后的爱情也是一路拼搏，最后俩人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。就这样，俩人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，常常一起散步，吃各种零食，在备赛的时候常常互相鼓励，共同进步。爱情的心和伍佰靠得越来越近，随后俩人也是迅速展开了玛丽苏式的接触。不管是伍佰给爱情擦头的画面，还是伍佰花式举高爱情的名场面，都会给观众留下记忆深刻的印象。伍佰为了能和爱情在一起，前期还专门学习了怎么去追求爱情，怎样才能和他的关系更进一步。之后伍佰拿着第一名的成绩大方地向爱情告白，总而言之，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十分的有看点。小说就是围绕电子竞技展开，伍佰在年少的时候就开始暗恋爱情，知道爱情很有上进心，便发誓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配得上爱情的人。总体来说，这是一部爱情励志故事，毕竟当时爱情可是 SP 战队有名的队员，如果伍佰不努力，怎么能够和爱情站在一起呢？之前由杨紫和李现领衔主演的《亲爱的热爱的》也改编于小说《蜜汁炖鱿鱼》，其中杨紫和李现也是惊艳客串，童年还是那个古灵精怪的女孩，但他们俩人的画面一曝光，马上就引起了观众们的热议。因为在《亲爱的热爱的》结局中，杨紫和李现的爱情并没有让我们看到结婚场面，而在这部剧中有他们结婚的戏份，这一幕可以堪称全剧最大的彩蛋了。当杨紫一袭婚纱惊艳亮相后，李现都乐疯了。这部剧虽然是一部爱情甜宠剧，但和其他感情剧有不少的区别，以机器人竞技赛为背景，伍佰和爱情携手共同进步来填充内容，给观众撒糖的时候也进一步说明了俩人共同进步的重要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屏幕面前的你们还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，点赞关注走一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